好，同学好，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一题。Peter 跟 Jane 对话。Peter 说 ，I really like your bag， 我真的很喜欢你的包包。Is it 怎么样啊 ？Jane 说 ，I don't know how much it is。It is my brother's。我不知道它多少钱，它有多贵。这里有一个间接问句，它的意思是它有多贵。那我们解释一下间接问句。本来问一个东西有多少钱，值多少钱，我们可以这样说 ，How much is it？ 那个是值多少钱。但是当我们把它改为间接问句的时候，疑问词的后面 is it 要改为直述句 it is， 所以我们改为 How much it is？ 那这个 how 我们把它改为小写。然后再把这个打包起来，这个东西呢，当作 no 的受词，所以 I don't know how much it is， 指的就是我不知道它值多少钱。还想是把中文写在这里，我不知道那值多少，值多少钱，应该是句号。所以呢，从这个语义上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，答案应该会是 expensive。 为什么呢？我真的很喜欢你的包包，它很贵吗？选项 A 是昂贵的，很贵吗？我不知道它多少钱，那是我弟弟的。选项二，它很重吗？ heavy 是重的意思。选项三， is it strong？ 很强壮吗？选项四，Is it useful？ 很有用吗？所以我们从语义中可以得知，这个答案应该是 expensive。